Hi, 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个 Xbox 摇杆。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我们来跟你分享一个 Xbox 摇杆啊。那这个是原厂的 Xbox 摇杆，它是无线的，然后装电池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另外一款叫做 Power A 的 Fusion Pro 3。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我们要来跟您分享一下 Xbox 的摇杆的部分。那这一个是原厂的无线摇杆。那我们今天要分享另外一款是更专业，然后更多自定义、有特别按键的，就是我们的 Fusion Pro 3这一款有线的无线摇杆。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款 Xbox 摇杆。那这一个，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款，Hi, my name is Kai Yuan. 我们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款 Xbox 摇杆。那这一个是原厂的无线 Xbox 摇杆，它是装电池的，然后你就是开心玩游戏吧。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款 Xbox。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我们要来跟您分享一款 Xbox 摇杆。那这一款是无线的原厂 Xbox 摇杆。那我们待会也会来测试一下，到底差别有多。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款。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款 Xbox 摇杆。那我们今天手上有。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您分享，然后跟那个。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您分享，测试一下。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款 Xbox.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款 Xbox 摇杆。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款。